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火影忍者手游实战视频。现在打基本考试的副本，沙日傀儡师，他这个佐助和鸣人都有剧情。现在感觉硬佐助更好打，然后现在就硬佐助出战了。哎，你们这佐助，你在我身上那里，然后就多了个碍眼的家伙，然后现在鸣人出战。秘技解锁，尝试用秘术攻打人。哎，火种浪费了，我的秘术才刚刚解锁就加了一个这个技能。人家还是有个土盾的，然后要是加这个感觉飞镖比较好一点，可以在身边绕。哇，一下这么多火盾，有大招了，准备放青鸟强敌来袭，这就是杀了你这样不对，这个还应该还轻松打一点。哎呀，现在召唤这个傀儡是有木偶，哎呦，这木偶好厉害，闪开点，躲远点，居然会换炸弹。哎呦，准备换千鸟，哎，千鸟还没换呢，对换机挂了。直接胜利了。通灵解锁，开启新功能。通灵的强大了，是可以激活了。现在有一个可以招狗了，对吧？升级修炼，召唤一，可以召唤三次呀。我现在才一个。我们现在继续看一下下一个任务，考前训练。我们现在出战试一下，因为刚刚有个这个宠物对吧，刚刚可以召唤术，召唤术的话去打这个应该好打一点。又是训练通灵兽，还刚解锁就换几只狗出来咬他们。这通灵兽只能换一次吗？哎呦，上面的针要自爆了，还玩这个自爆？这几个小兵还是比较好打的，这里要打四波吗？这应该练习下来还是比较好打。准备让你们烂在一起，然后一个千鸟刷光你们，再连一个火盾，最后一个还敢在我背后偷袭，第三波，哎呀，来了好多人，又来一个炸弹，赶紧撤，远离那些扔炸弹的飞镖，他要是锁定住你就会扔炸弹下来。哇，好多飞镖，不动，准备留一个千鸟第四波，送给你们一个千鸟。哇，被炸了，再送你们火盾。这波还比较轻松好打，哎，就剩一个了吧？没了吧？哎，还剩一个，
送你一个火箭姐姐战斗，本来想送他一个千鸟啊，但是最后已经结束了。文库考场，那算了，那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吧。还有时间问题，我们就到这里了。谢谢大家欣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